嫂子说昨天的切球不过瘾，这再让我粘一个这么大的好像有点难，但是我可以用魔法让它还原然后再切，让球球还原着。我先感谢我的几个宝子，让我万万没想到本叮当的粘球球视频居然这么火，这要不是你们来跟我说，我刷到还真以为是我自己的账号。先给你们说说第一个搬运工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我和大叔看到的时候简直要笑喷了。咱就是说这个声音变音的也太难听了吧，你要搬运好歹也给我整个好听的声音吧，还把我最喜欢的背景音乐给换了，这我可就不能忍了。还有这里，这是特意把我的名字给打上了吗？怎么着，本叮当是不配拥有名字吗？我要是不发视频你们搬啥？真是的，还把我的名字打上了。再来说说第二个搬运工，这位老铁更厉害，我的声音和背景音乐都不换，但是怕被发现，把带有我名字的那一段直接截掉了。咱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脑子该说你们聪明呢，还是傻到你姥姥家了呢？有不少宝子说狗子可爱，这咋的？搬了我的视频，还想默认我的狗也是你的？我这三只狗吃你一粒狗粮了吗？我是在那个平台没咋发视频，但是咱毕竟有这么多丁家宝子呢，对不对？别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，招人烦。行吧，就叨叨到这儿。老规矩，想看啥挑战，给我留言哦，臭宝。